你好，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我是刘立新。Hello, welcome to HSK class. I'm 刘立新。今天我们学习第二课。我很忙。Let's watch the videos first. 第一个。我是学生，我很忙。我每天吃过早饭去学校。今天我有很多课，真累。第二个。我是老师，我很忙。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吃早饭，8点到学校。今天我有很多课，今天我最累。Now the text. 一，我是学生，我很忙。我每天吃过早饭去学校。今天我有很多课，真累。二，我是老师，我很忙。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吃早饭，8点到学校。今天我有很多课，今天我最累。Now the new words for today. 忙，美，过，真，早上，起床，早饭，到，课，醉，累。Now the key words.忙，我很忙。每，每天，每年，每个月，每个星期，每个人，每个同学。起床，我每天6点起床，你呢？早上，早上，上午，中午，下午，早饭，吃早饭，早饭，吃早饭，我每天7点吃早饭，到。学校，到学校，医院，到医院，家，到家，到北京，课。汉语课，我有很多汉语课。累，我很累。我不累。Let's review the keywords. 忙 busy 美Every, each, 早上, morning, 起床, to get up, 早饭, breakfast, 到, to arrive, 课, class or lesson, 累, tired. Now it's grammar. The first one, 过。Verb plus 过。我看过这本书。我吃过早饭去学校。他没去过北京。The second, 真。
天气真好。今天真冷。今天我真累。The third, 醉。今天我最累。他的汉语最好。爸爸最喜欢喝茶。Let's watch the videos again. 我是学生，我很忙，我每天吃过早饭去学校。今天我有很多课，真累。我是老师，我很忙，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吃早饭，八点到学校。今天我有很多课，今天我最累。Now, let's do the exercise. Exercise 1. I'll show you the answer. 早上，早饭，起床，忙，累。 Now the exercise 2. Question 1. 你几点起床？我六点起床，你呢？ Question 2. 你几点吃早饭？我六点半吃早饭，你呢？ 3. 你今天忙不忙？我很忙，你呢？ 4. 你现在累不累？我很累，你呢？你累吗？ Number 5. 你来过中国吗？ Welcome to China. That's all for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再见。